Hello， 大家好，我是这动号，欢迎来到我的单机游戏时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就是《孤岛惊魂》的原始杀戮啊。这个游戏出了没多久啊，是这个 bug 开发商育碧制作的。像我这种非常厉害的人呢，我好像每个单机游戏都这么说哈，肯定要玩一个非常难的难度啊。肯定不选容易，对不对？我们不是那样人啊，我就选个困难好了啊，困难。繁体中文。这不是原始杀戮吗？他这开场做的不错哦。他从2016年开始到，然后每个时代各种不同的这种就是历史背景的音乐。公元前了，已经回到公元前10000年，史前10000年。哦，我的天！啊，他这开场做的很有创意啊，我这印象很深刻，对我的各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声音啊。年代，谢谢豆胖送的老司机，是老司机吧？原始杀戮，原神，原神应该这样吧？不是猴子吗？你确定不是猴子吗？史前一万年，史前一万年，什么叫史前一万年呢？就是人类在会拉翔之前的时代。Masijanas， 净瞎扯犊子。其实玉璧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很多温家人说的很原始的语言啊，很多小人小黑人啊。雾弹，食人肉的战士，食人族呗。埃及啦，用火的专家。这个游戏没有简体中文啊，只有繁体中文。说的就是我主角是吗？玉璧，火系魔法师啊，玉璧制作。妈，哦，这游戏画面可以哦。猛犸象，猛犸，都闪开！我要开大了。其实我玩猛犸就非常厉害，是狩猎啊，拿一个这个像捅人菊花啊，感觉这个瞄着的人的菊花呀，这是明显是来狩猎的啊。长毛猛犸象，是冰河时期吗？冰河时期有人类了吗？冰河时期都是猴啊。但是咱对这个人类的进化学这个不太了解啊，进化史。你先向前冲啊，我来殿后。特卡，我先怂一波好不好？笑你妹啊，笑你妹啊。吼，新的任务，长毛象的传奇，哦，无当的袭击任务后的什么什么玩意儿 ？Let's go， 冲着菊花来一发！哎，爆菊现在开始！嘿，呼！
这游戏画质真棒啊，很难想象这个游戏才16个G。可以干他吗？我们需要找寻洛丹年轻的长毛象。洛丹年轻的，嗯，这个怎么样？这也不年轻啊。人呢？go go go。我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了，对不对？我们得整点肉吃啊，要不非得饿死啊，就这意思。哪儿的哪个年轻啊？我没看出哪个年轻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长毛象的年龄啊？这暴君不要走啊，这个年轻啊，不好意思，我来了，我来了，把这计划交给我。这谁有马里马嘎？我来把这计划。我要加血，我要加血，奶一口。啊，来了，好了。接着抱啊，接着抱！别跑！又吃的啦！他们要喊这个，又吃的啦！那你看，必须的，安息吧，小伙。我只是想填饱我的肚子，但你们吃的伙食也不错呀。剑齿虎，剑齿虎，我去，这么凶！刚搞完猛犸就来小白虎。好凶残啊，这哥们儿！干他丫的！他干！是时候卖队友了，对不对？吃不了领盒饭了！干他丫的！先不要卡裆！不要脸丢了！孤岛惊魂，杀出个虎师，杀出个虎王，是呢，三个人干不过剑齿虎，渣渣，哎，我小伙怎么这样的呢？哎呦，好疼的样子。他跟他说，你不要走，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你手上全是大姨妈呀，能不能拿开？好不啊，这就嘎逼了。我怎么感觉他在说我还可以抢救一下呢？你确定他真的不能抢救了吗？这是下个月的党费啊，这就拿石头给埋了啊。虎王来了，我需要武器啊，没有虎王怎么办？我不能击穿他们的装甲。好的，我们的任务开始了。我需要弓箭，这会有石头。这是生存的游戏吗？啊，我曾经也玩过一款游戏啊，叫这个森林，也是一种生存类的啊，资源类的沙盒类的游戏。是出的赤阳木，徒手破石，哈，
小伙你练就了一身神功啊，徒手碎石啊，连敲都连镐都不用啊。按住 V 能使用。哦哦，采木头啊、哦，全都是徒手主角。你妈！按 I 制造一个弓箭。哦，耶、yeah, ，老子有弓箭了。这次做一把，那绳子从哪来的？那你有弓了，你箭呢？你要把自己射出去吗？我靠！哦，有箭了哈，八根儿。我叫吃的，有效进行狩猎啊。C， 慢慢蹲下。N V。使用的任务识别啊，血迹，别靠太近，我发现我头发啊，小意思，谁？哦，这个是脚印啊、哦，原来是脚印啊，我还寻思任务标记呢。羊，哦。山羊宝贝儿，宝贝儿我饿了，宝贝儿你在哪儿出来，我只想跟你做个朋友啊，别跑啊小伙儿，别走啊，亲爱的，我只想跟你做朋友。哎，别跑啊，哦血迹，哈哈，跟上血迹，哦，不是什么坏人，出来呀！我会带你回家的。血迹呢？哎，死了！哦，那、烤全羊，治愈。哦，原来是这样玩啊！可以，还有一只啊，这样，别宝贝儿，别跑，宝贝儿，哎，宝贝儿呢？好、哦，宝贝儿死了啊！耶、yeah ，啊！那、yeah ，还差一个啊！这干什么用的？兽皮，不懂。好，别动，宝贝儿，嗯，宝贝儿，嗯，宝贝儿，耶、yeah ！我剑呢？我剑呢？这儿。吃的。嗯啊。嗯啊咪呀。嗯啊呀。我不是什么好人，不是，我不是什么坏人。什么？找个隐蔽处，升起萤火。跟着目标走啊，就是这儿了。好，在这儿哈。哦，我看到火了啊，但是我怎么上去呢？啊，这边。哦，有打火机吗？
这叫打石取火，哦，很先进的这个。这就着了，so easy 哈，啊、哦，好温暖哈，耶、哦！ Yeah. 这支箭，不是我的箭，哈、哦，是我的箭。嗯呀。嗯做根点火棒 ，so easy 嘛，真是的，对不对？啊，塞块石头，可以啊，这个，哼，很聪明啊，原始人，有了一把神器，哼，有了一把神器。点燃，一，看我现在任务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是斯达，瓦斯图大瓜。哇哦！万一是有了森林大火怎么办？那不非得赖我呀？剑齿虎。看他那个烟了吗？这是屁啊，他的屁味儿。啊，还好这个原始人的弹跳能力不错的呀。哦，从武器环点燃按 Q， 什么意思？哦，死了！靠，身体上还有余热，大家看到吗？接着走，这游戏做的真不错。哦，燃烧棒是用来吓唬食肉动物的。啊，吃你妹的烤狼，吃八，哎呀呀，找了我，哎呀，叫什么？嗷、哦！怕不怕？怕不怕？怕不怕？哎，好多狼啊！怕不怕？对，滚犊子！怎么的，要单挑啊？啊？啊！哎。哎呀，滚！哎，哎我，是不是想死啊？攀爬，攀爬不了啊！哎呀，叉你哥！妈的，迷路了啊这儿。
好好好。哎呦，这个洞穴很深的样子哈。什么声音？刚才有个搜索，靠！火把还有一分钟，你们怎么知道的？哎呦，他烧到手了！附近有人啊！呦我去啊！发现了人的脚印啊！我操！什么东西？骨头？血？难道有熊吗？这个洞里哎，这个地方可以，哎，我看到人了，拿我的弓箭当火把。为什么我的弓箭能当火把呢？我的弓箭要怎么当火把呢？上不去，从这儿上。孤岛惊魂原始杀戮，绕嘴巴，哼，耶！弓箭点火，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拉住！啊，鼠爷，是不是开始点着啊？啊啊！妈，差烧死我！西吧，鼠爷，你可以跟上我的脚步。好深啊！血，受伤了吧？看了吗？身上带着很多的屁，带着屁就过去了。剑齿虎啊！真有味道啊，真有家乡的味道。上不去啊，还看到那血迹啊，上面有个人，好像是个女的，是个母的。我是来相亲的吗？啊，不是他的血啊，是别人的血。这视角有点晕。剧情吗？哎，哎，上面有虫子呢。哎，果然是个妹子，我得救这个妹子，肯定是这样的。后边虎王，后边，你跟我吼吼你妹啊！你听我说啥？哎呀妈呀！哎呀，烧他！今天吃烤老虎。
滚犊子，交给哥。这个男主角为了这个能和这个女主角得到这个交配的权利也是蛮拼的哈。来来来来，哎呀，小伙你长太胖了，该减肥了，该减肥了。好，好的。原始人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原始人就是这样。刚才我说话你听不懂，现在你说话就听得懂了。好的啊，这无形中就勾搭一个妹子，男主角屌爆了啊！欧罗斯之地五，欧罗斯，不错不错。哪儿呢？那Orospi Balu Sashwalim Shalam。原始人不都是裸体吗？大嘎拉桑。Sila。Tigri Chawasu Tiyi Bayamar。你这头发咋整的？这什么发型？这么非主流 ？Udam Duff。Udam Shaus。Dawson。还有收集别人耳朵的癖好。みかわあはたらごまごま。你雀斑太多了，不想跟着你。这是要勾引我吗？这就邀请我去他家了。从的武器环按下 E， 并且使用点动物的脂肪就可以点火。这拉我了。哦，那这有很好的事情要发生吗？哦，是啥呀？阿德，这什么？是翔吗？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食人族部落呀？夸拉里温扎，乌拉，乌达姆沙詹，温扎达姆沙，乌古扎拉。妹子，你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又不是我杀的，跟我有毛关系？能不能先止个血？我这边有护舒宝，和阿尔特，你想要哪个牌子的？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哎呀，我会轻一点的，我会很温柔的。外面有绿草，帮我找些来。哎，没问题的。啊，靠，这就支持我干活了，你妹的，还啥也没干呢。Badly 的。为了原始人，为了跟妹子有这个交配的权利啊，也是蛮拼的，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了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点赞、转发、评论啊！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哎。我操！